各位小金粉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。那我们现在要改的就是这一台了，选择。可这个，背板是不是也跟着换了啊？换成蓝色的。啊，对啦，这个叫雪佛兰哦，雪佛兰。雪佛兰的车子，其实这台车看起来很帅哦，流线十足，帅气。然后后面又架这两根大杆子，不错啊，这个可以的。我们先来改这个外观零件，引擎盖，来喽，喜欢就记住那个左下角的号码，等一下一波洗过去，最多的我就改那个引擎盖了，好不好？一号是长这样，二号是碳纤中间的而已。三号是局部碳纤，那种风扇叶的地方有碳纤而已。那四号是哇，整个板子的碳纤。五号整个板子碳纤中间有挖洞。六号是那种百叶的，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我今天就是针对 Twitch 玩家，好，三号买下去，好，很好很好。前保险杆，前保险杆插哪里啊？一跟二插在哪里？哪里有插啊？我看到它好像有东西在动，可是就插在车灯而已哦，不是吧？车灯吗？插在车灯而已啊。哦，这车插车灯啊！哦，好，我们要记得哦，四号，你们自己记得哦。一二三应该不用啦，因为一二三没有那个，都只插车灯而已。四号、五号，这也是插车灯而已。4、5、6，哦，4、5、6是一组的。然后7、8、9，哦，这是一组的。10、11、12，你们喜欢这么抬的吗？这么抬的，一定要这样子的吗？12的，还是觉得9的这一种的，9的这一种的比较流线、比较帅气的，还是这个6号这一种的哦，看起来比较低调。6、9、12，好，这个12、12 ，OK。来，再来，前挡板插在哪里？哦，又是传说中的爆龟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爆龟直接改了 ，OK 的。再卡钳颜色，不用想了，这一定是改红色的啊。卡钳改红的，然后后照镜，哦，卡泵的也不用选了，就是你的。518块，好便宜哦。侧裙，侧裙也没得选哎，就是改啦，改下去就是你的了。518，便宜。后挡板是，这个是，哦，又是一个爆龟的概念，对不对 ？OK， 增加后挡板，尾翼。一是原厂的这种比较低调奢华，二是原厂的外形，但是把它变成卡泵的。三的话是这种赛车级的尾翼。三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三一面倒啦，这个三一面倒了，这看一定要改这个了，帅气，购买。好，我们就改这个。后保杆。我又看不出差异了，车灯而已吗？车灯，哎呦，换颜色，这个，哎呦，全黑会比较好看吗？然后这个是，有黑有红，这个，
哦，它下面多了那个排气管，下面多了那个尾流啊，那个尾流装置在最下面有没有？你看这个是一十二的话多了这个东西，哦，近一点，就多了那个东西，红的，还有黑的，然后十、十一、十二才有这个增加这个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它车灯好像差异不大哎、欸，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哇，十二一面倒，好，十二一面倒，改这个了，没得商量了，就是十二了，空力的系统没错。哦，再来是内装的颜色啦，这个不用讲了，一定是选红色了，选红色后面才有搞头嘛，对不对？红色，然后再来是内装的风格，你们可以参与咯。内装的风格，这是2号 ,3,4,5, 还多一个5哦。来，我们再看一次，没看清楚是1是整个全部红的。红通通，红通通，连方向盘都是红的。然后2是局部的地方变黑的，方向盘也变黑的。但是椅子还是全部都是红的哦。在这个是椅子的中间是红的而已，加上的椅子有红边，然后这个是椅子中间变成黑的，可是外面是红的。第五个是只有红边，请选择。好啦，我个人是觉得四号比较那个比较鲜艳的感觉，比较特别一点，红色的跑车配上红色的那个内装，应该是还蛮不错的。选了，好，内装材质只有两种，一号材质跟二号材质。这两个的差异的话，应该是说一号的话比较亮皮，二号的话是比较偏绒布。你们喜欢亮皮的还是绒布的？一号是亮皮，二号是绒布，请选择一号吗？一号是这个亮皮的，二号是绒布的，看起来就是那个你看那个门有没有？右边的门都变成那个抽抽的，椅子也变比较粗粗的，哦，然后一号是这种比较亮皮的，哦，这个两个感觉不一样，方向盘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看方向盘，哦，对不对？一个比较顺畅，一个比较粗糙的。哦，这一号应该是一面倒啦，大家比较喜欢这种亮皮的。然后这个内装的饰板没得选，只有一之一而已，没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改那个 NSX 的时候啊，它可以选很多的里面的那个装饰板，好像记得三四种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没得选了，就只能这个了。哦，它内装其实看起来还蛮 OK 的啊，这个内装，哦，有没有？我们就像现在坐在车内，然后它调冷气的就是在左前方的旋钮，然后打档是这样子。哦，现在等于是一种赏车的概念啊，对不对？冷气出风口右边有一个，然后上面。他们这种跑车，你不觉得它的内装的那个包覆感很好吗？而且都比较偏重于驾驶座，有没有？驾驶座像一个驾驶舱的感觉，然后右边的那个右边的副驾驶座就看起来比较配角的感觉。而且我发现副驾驶座的冷气出风口可以自己调它自己的冷气耶。是真的还是真的假的啊？这是真的可以这样子调吗？那边可以这样子调欸，这种赏车的感觉。好啦，我们就这样改下去了，套用1300花下去了。OK， 哇哦，整台改装其实还蛮好看的欸。啊，我们性能里面有零件吗？应该是没有吧。哦，应该都是没有零件。我们进去跑一场，跑一下那个直线测试。应该是黄色的，然后 DR 对吧？然
然后刚才这两关玩过了，然后建议要335，我才333而已，好前往。好了，走了。哇，这台车看起来好帅哦，而且它后面也很好看哎，它后面真的也蛮不错看的。哇哦，帅帅的这台车，看一下内装。哦，吼吼，可以哦，哇，翘孤轮的感觉，哇，车后面的感觉。哎，我们这个赛事我们就用第一人称玩就好啦，反正这个不用转了。3, 2, 1，好，我们这次是后面喷啊。我们后面喷哦，好，这时候喷，好，有没有这样感觉？好像比较烂，是不是？看一下秒速有没有进步？哎，秒速进步了哎、欸！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给他用力按到1000个喜欢。然后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